在这个月真的是很多民营币准备预售结束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田。上个月所拍的 Winner AI 腊肠狗军团民营币项目已经开放倒数计时器了，所以预售即将结束，并且会在预售结束几天后就准备在 Uniswap 进行上线。具体时间全部都在推特还有官方群组。如果你有购买的人。 一定要开始准备，留意最新的动态。等到一上线，就要准备到官方进行领取。所以等一下就会公布所有的资料，还有目前最新的进度到哪里，以及如何参与，我都会在这几片告诉给大家。如果对这几片有兴趣的人，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。本影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所有的加密货币都是属于高风险，入场前请谨慎评估。 如果还没有看过上一影片的人，记得点击右上方的资讯卡去看上一部的内容，里面有腊肠狗项目的简单内容讲解。那我们就直接看右边的部分，右边有一个倒数计时器，最后倒数十八天就会结束预售。现在募集的资金来到了七百三十五万美金，一颗 WAI 涨价到零点零零零七三美金，购买方式就是点击连接钱包。 记得新项目一律使用新的狐狸钱包，在这边选择 BNB 或者以太链购买都可以。最后的主网就是在以太链，所以如果用 BNB 购买，手续费会比较便宜。但是最后的空投将会传送到你以太链的狐狸钱包这边，大家留意一下。然后我有贴上个月到现在所募集资金的涨幅，还有价格的涨幅，也给大家参考。质押的部分，因为。 质押会锁仓七天，那七天起伏太大了，所以抱着的时候可能会心慌慌，无法在第一时间卖出，所以不质押就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买卖，你们的资金也可以更灵活运用。那在下方就是拍过腊肠狗项目的 YouTuber，如果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上来看一下代币经济学的部分，三十 percent 作为预售，二十 percent 作为质押奖励，剩下的十 percent 作为上去中心化。 还有中心化交易所的流动性，总供应量为六百九十亿颗 WAI 代币。那这边的阶段就非常简单，也在这边恭喜大家准备上线。那第一站就是 UniSwap，所以到时候一定要到官方的 Twitter 去查看他们的正确日期。所以十九天后就是七月三十一。 到时候就可以准备开始上官网去领币。那这边也要提醒，千万不要点击陌生人的链接，一律以影片下方的链接为准。因为太多仿冒的网站，你点到仿冒的网站授权给仿冒的网址，那你的资产就会瞬间归零。所以不要点击仿冒网站，以防被诈骗。刚刚有提到，WinAI n e r 准备上 Uniswap 交易所，那领取的方式非常简单，就是到官网点击领取你的代币。 这样子，WAI 代币就会到你的狐狸钱包，所以所有购买的人一定要留意所有最新的资讯。我也会在上线的第一天直接在群主公布，所以都可以追踪到最新的动态。未来他们也准备上线更多更大的交易所，所以有购买的人，这些都是你重要的研究参考资讯。那我这边都是一律建议，刚开始的起伏很大，所以一律都建议先抽本至上，剩下的你可以放着等未来都没问题。 但是一定要先抽本，你这样子才不会心慌。那以上就是这个项目的简单最新动态，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讨论。如果这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，记得不定时按个赞加留个言，保持善的循环。感谢你们感恩的心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Yeah!